见之道为圣而已。孩儿不明白你这番话的意思。你怎么可能不明白？公子，留心后面。实验，朱慎，你到底是在实验什么？反正你都要死了，这些内功就全都留给我吧。我姓申，叫做申子俊。就是现在，看招！七象合一，奋气凝神。才不会输给你们！呀，一指雷分，隐击前敌。谨遵公子之命，焚炎护焰。得罪了。欣赏夜色吧。我的枪法还没成熟。咔嚓！有神了，你让了，动动筋骨也好。去！嗨，神气临阵。